国中会考才刚结束，接着就要等待成绩放榜。慈大附中替国三生举办浴佛典礼，祝福学生能够考上理想学校，也洗去心中的紧张和烦恼。参赛者已经浴佛了，那我们就自己把你自己的心愿，这时候呢上达诸佛地。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我们体认到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。还有一群即将升大学的高三学生，学校替他们举办成年礼，借由闯关活动让他们煮饭烧菜自己来，出了社会后经济也得自己扛，训练记账能力，懂得开源节流，也透过行动小短剧去体验在职场中扮演的角色。经过一个这个仪式，让我们更体会到就是真的成年了，然后也要毕业，对，然后迈向一个新的旅程。除了体认到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，还得要开始懂得为自己负责，期盼他们把握时间继续成长，活出自我的价值。台新闻真善美智工陈科目花莲报道。高雄